嗨，你好，我是刘奶爸。我们来回答一下这几天在 Line@ 收到讯息的一些问题哈。那有个陈先生写说，有个人到 7-Eleven 买东西，他买了康师傅葱烧牛肉面2包，味全鬼阿爸1罐，林凤营鲜奶3瓶。要结账的时候，店员迟迟不肯结账，而且面有难色的看着他。他心里想怎么了？后来店长走出来之后，以为要教训那个员工，然后没想到呢，店长把那个人拉到旁边说：“自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”啊，这个是笑话哦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前天有分享一个，就是 Weebly 架站跟 WordPress 架站有什么不一样。然后有人写，感谢牛奶爸的分享，让我比较了解 WordPress 和 Weebly 的架站软体的差异是什么哈。好，OK 啊，不错啊。有人问说，请问在 Line at 出现追踪者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在群发广播的时候，那些追踪者会看到吗？哦，好，OK，Line at 生活圈的追踪者其实就是粉丝啦，那就是他有加你为好友，可是呢，他加你好友的时候，他其实就叫做追踪者，然后你在群发广播讯息的时候，这些追踪者全部都会收到讯息哦，那他没有办法分类。我没有办法分说这些人是属于那个群，这些人属于这个群，我分别发给这些人或分别发给那些人，不行哈。Line@ 就是一发就全部人都会收到就对了。然后，可是他还有一个好友啊，好友代表什么呢？好友跟追踪者不一样，应该说追踪者包含好友，但是好友不代表所有的好友的数量会比追踪者少的原因是因为。好友是对方追踪者有私讯讯息给你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把他加为好友。如果他没有私讯给你，没有跟你对话，你没有办法把他加成好友，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先私讯给对方，这是不行的哈。一定要对方先私讯给你，你才办法跟对方一对一的互动。好，这是好友跟追踪者不一样的地方哦。追踪者是你不晓得他是谁，除非他跟你互动之后。你才能够把他加为好友，然后跟他互动一对一。所以那个了解吧。那还有一个是，为什么我的影片在发到那个 Line@ 生活圈群发给所有人的时候，都要用那个网址连接的方式，而不是直接把影片发到那个 Line@ 里，让每一个人 Line 都可以收到那一个影片？是为了要规避 Line 的规定吗？不是啊，是因为。Line@ 它本身就没有那个功能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直接把影片塞给你。而且我的一段影片可能5分钟、3分钟，其实都蛮大的。那我影片一定都是先放到 YouTube 上去，然后再把那个网址贴给你。所以我没有办法直接把影片发给你，因为太大了。第一个是影片太大，我没有办法发给你。第二个是 Line@ 本身在后台就没有办法发影片，因为它不是私人的 Line 哈，私人的 Line 可以发短片是 OK 的，但是 Line@ 是不行的，群发是不行的哈。然后还有人传，不运动也能每个月瘦3公斤，我很感谢你，其实我不需要哦。然后不要再发广告了，好不好？你发广告给我，我又不会看，我要增胖啦。还有人问说，哦，对，那个，大陆看不到 WordPress 的网站，其实不是这样啦，应该说 WordPress 这个它是一个架站软体嘛，那它放在哪里？跟大陆能不能看到才有关系，并不是说我这个它完全不能看 WordPress 网站，不是这样，因为 WordPress 网站是一个架站软体，你要把它架在哪里是你决定的，你要把它架在大陆的虚拟主机，那当然就没问题嘛，因为大陆本来就看大陆的网站是 OK 的。那如果你 WordPress 是架在美国，譬如说你放 Bluehost 或是 Monster 还是什么的，反正就是美国虚拟主机，或者是摆在台湾的志邦或者是 PC Home 的虚拟主机。那都有可能大陆是看不到哈，有可能大陆看不到。为什么讲有可能呢？因为你大陆的每个省份都不一定啊。然后大陆的官方防火墙，它本来就会去锁这个锁外部的 IP，所以你网站如果是放在别的地方，那大陆当然看不到。不一定啊，大陆有很多地方是看不到哈。那你网站如果设定在安装在大陆的主机，那当然就看得到。那还有一个是，如果是 Weebly 的话，那当然 Weebly 它不可能放在大陆，Weebly 它本来就是在美国啊，它不可能把它移到大陆，所以 Weebly 目前在大陆呢，有些省份是看不到的哈，经过测试的结果，有些省份是看不到的。好，然后还有什么？
对，有人问说，在大陆架网站，那我直接在大陆申请一个虚拟主机空间，然后把 WordPress 直接装在大陆就好了。对啊，哈，很简单，没有错。可是，在大陆要申请网址架网站是要报备的，哈，是要报备的。那报备好像我听说在大陆要成立公司，你才能够去报备。那有很多那个申请流程，然后有很多申请流程。其实，在虚拟主有一些虚拟主机厂商，它有提供各国的虚拟主机，比如说它有日本的主机、美国的主机、台湾的主机、大陆的主机也有。可是你要申请大陆的主机，你就要准备很多文件，好，准备很多文件。那你要给他这些文件，他才有办法去帮你申请。那网址下来之后，你才有办法用大陆的虚拟主机去架设你的网站，好，WordPress 之类的。OK，好，那大概最近就这几个问题。那如果你还有其他想要问的问题的话呢，你也可以直接再赖给我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在赖里面，我在另外录影片来帮你解答。那如果我不知道的，也就去找答案，好，尽量解答你，好吧？OK，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